我红玉娟作为媒人婆，手牵红线见证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，执子之手，与之偕老。我相信婚姻是爱情的归宿。我夏美凤作为离婚律师，就是要保证无情人好聚好散。婚姻就好像一件陶器，保存它很难，打破它很容易，收拾碎片更麻烦。妈。 生孩子的事迟点再说吧，我跟秀芬各有各的事业，我觉得现在我们应该先享受生活。你们结婚多久了？7年喽，7年的母鸡孵不出一粒蛋呐，我能不急吗？我妈说，女人当自强，做女人一定要有自己的事业，要自己会赚钱，这样子就不会被男人欺负了。女人自强不是不好，但是如果太强的话，就惹人讨厌了。 我是媒婆，他是离婚律师啊，我们没什么好谈的，这一辈子注定是宿敌。谁要跟他们当一家人啊？我就不看好那个郑胜峰，嬉皮笑脸，枪华掉，自以为自己很风流。我就不相信我家胜峰在外面有其他女人。事实俱在，证据确凿，不容抵赖。要是我家胜峰真的在外面搞外遇，我这个当妈的就把头砍下来，让你当女子做。只嫁给你郑胜峰一个人。 你跟姐夫到底怎么了？你们两个人的感情不是一向来都很好的吗？郑胜峰，我们已经离婚了，离婚就是互不相干的意思，麻烦你以后不要干涉我的事。我有了，我绝对不能让你们一错再错。要我让他们结婚，除非我死了。哎呀，你要你。 我只想爱的比较有风格，为自己只有一次的人生，我不要别人主持我。我不要和你分开。